2013第九届中华民国心智障碍者适应体育亲子运动大会，圣火11月14号上午9点在台东县政府，由副县长张基毅转交给台东县智障者家长协会李燕金及7位智协小朋友，并授旗给80位台东县代表队，勉励选手们不要有太大的比赛压力，只要尽力去做就好，并为台东县宣传。好，我们是不是请副县长跟理事长一起挥舞一下的会旗哈？哇哦，他们在将在11月16号、17号参加在基隆市举办的第九届的全国心智障碍者亲子运动大会。非常感恩哦，我们所有的台东的漫飞天使有机会到基隆，参加全国的运动会哦。那我知道这个内容很丰富，有游泳，有桌球，有田径，哦，还有篮球各类的比赛哦。那我想成绩不是最重要的哦，那如何透过参与让我们找到自己，如何透过参与让我们台东的漫飞天使都能够走出去。台东县共计由台东智障者家长协会派出80位会员选手参赛，包括有台东大学附设特教学校、台东专校、北南国中、木星智能发展中心等单位，希望能夺得好成绩，展现心智障碍者勇敢尝试、争取胜利的精神及他们父母永不放弃的深情。东海新闻范耀麟台东市采访报道。